Hello， 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自卖自挖栏目组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不嫌累啊。很多老铁问我这个八爪鱼为什么喜欢钻洞啊，统一回答下，安全感。啊，有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给你个小红心，有老铁你怎么要他就不会给，就不给，就不给，那不给加关注吧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是昨晚上在海边撒满了二十八分钟，终于找到这一小片这个东西啊，这东西是喷水，是象牙棒。啊，这玩意儿吃了特别补，不要给我双击啊！你老是要双击也不好意思。再说要也没人给，记得关注我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有很多老铁私信我，让我发一个海葵是如何绽放的。我想了好久啊，咱就用倒放来还原那一瞬间。进来的老铁不用给我双击了，老是要双击我也觉得不好意思。主要是药也没人给呀，记得加个关注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有很多朋友问这是不是海蛇啊？现在统一回答大家，这叫海鳗鱼啊。这个外表形似于黄鳝啊，皮肤比我还黑。这种鱼的性格比较温顺啊，不易存活，能看到活的属实罕见啊。如果你们现在啊，手机还有10%以上的电，留下双击关注。刚才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就会有点小惊喜啊？昨天晚上正在捡海螺的时候，前面就突然出现这成堆的海胆，可能是由于大潮的原因，还有刮台风的原因啊。你看这刺儿都在动，捡它的时候一定要戴副手套，不然会扎手哦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给双击了，有的怎么样都不给，不给的话就给。